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于北京时间3月5日上午，美国当地时间3月4日晚在洛杉矶举行。当天，大表姐詹妮弗·劳伦斯银色礼服亮相，一向人来疯的她，除了在红毯上手舞足蹈展翅高飞显兴奋之外，内场更拎裙摆跨座椅，尽情释放真性情。詹妮弗·劳伦斯是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女星之一，与其他演员相比较，可能她并不是最漂亮、最性感的女星，但她却是最有韵味的女明星。1990年出生的劳伦斯出生于美国，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接触到了表演这行，高中毕业就全心投入于表演事业，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培训，但还是有经纪公司与他签约，而且价格当时还不错，从此他就正式进入娱乐圈这个行业，很快他就崭露头角，演技和形象都是他的优势，并在07年就已经参与最佳女演员的提名，虽然当时只是提名，可在不久后就夺得个人荣誉，接下来就拿奖拿到手软，目前总共荣获25项大奖，也因此被粉丝们称为大表姐。